哎呦，跑来屋哦！这次有职业选手应该稳了，我觉得应该是稳的啦。哎，没气了。应该小事。霸王还是 Wins， 等等就知道了喏。晚上好，晚上好啊！这一把怎么好像有一点点怪怪的？好像还怪怪的。第一场热身。刚七八的60块，好，热身已结束，认真了。张图没什么营养，来来音效。这改版之后的集气声音不知道能不能关掉，我好像关那个音效它也没有把它关掉。路西坦是付费造型吗？免费啊，不过这是上一季的，现在已经搞不到了。我这台车跟路西坦是上一季免费登录送的。Night Drop有点多人啊，有点难处理了，有机会。有变形的车了吗？有啊，左边那两台。哎呦，碰碰车呢！我不知道是不是伺服器变得不好哎，碰一下真的飞好远。要是有一个，这一款 VPN 也很难救。
不知道为什么真的不顺。今天有人拿车头来钻我是怎样啊？借刀为流。OK， 前面洞洞有点惨。热身呢、啊？热身等比赛。练图不急哦，玩着玩着就会了，哪有那么多时间练图？看一下，楼这边要排分组九分钟，好，看他什么时候能分到。有啦，分到了。第一场打京东。哦，靠你的阿 J。嗯，没问题。怎样，咪咪打哪路？我打哪路？你们这边怎么分？我们之前这个，你跟吴主播有心结吗？没有啊，我可以跟他下路啊。那你跟他下路。我们其实没什么好分的、啊、，J J 想去哪，你就让路给他，对不对？我都打上路了、啊，我现在有一种凯尔，凯尔现在强，是吧？我看你那把也输啊，那把没有办法，不是你还打一把零四一的，什么零四一，明明零四四，你还有四个助攻啊。不然嘞，你不要偷看我的数据好不好？而且我那把兵就跟你那把战绩差不多。哎呦，王龙！是吧？我那一把就是开局单人双杀哦。你一打二、啊？我一打二哦，我打达瑞斯哦。什么达瑞斯加奈德利吧？我也是看那个蓝斯的吧。忘记发生什么事了，反正我在塔下直接一打二。打攀升差不多啦。下路狙击。就是今天玩的吗？哎、
你的下路 GP 我不确定，有我的强度的话可以。我今天有机会看你示范一把。我觉得现在也不是 GP 的比赛。那现在下路玩什么？现在下路看你玩什么？银河是一个的。黄河是玩哥的。整个大 AD， 哎，完蛋了！致敬，他这边大师哎，我们这边那个选出来这边惩罚，不会啦，我们这一组我只能说偏强，那我就选冈布兰克 AD 咯，没啥问题，没问题，但我们今天是要夺冠的哦。Okay.谁要夺冠的？嗯，今天是认真的哦。认真啊！你要去上路凯尔，我感觉认真，你要 AD 哎、欸。我上路很强啊。OK。AD 强。那时候打比赛的时候，我就有练过一阵子上路。OK。收不收啊？我在每一队都有练过一阵子上路啊，随时准备补上路。上个厕所。随时准备补上路。啊，定皇不见还是怎样？后来不玩 GP， 后来不玩 GP 是因为 GP 版本过啦。现在谁还玩 GP？ 现在坦克的时代了。坦克的时代，但是凯尔也有一点点在崛起。哎呦！还没开始啊，好酷哦！这是会边角吗？会啊会啊，就跟一般认可一样啊。然后我今天好像是我跟你下路哦。那你要玩谁？你看我亮谁啊？主播应该是玩露露之类的吧。好，凯尔是 AP 凯尔吗？还是你两个都会玩？我两种都会啊， AP 的比较强吧。是啊，AD 的成型比较快， AP 的比较痛。 AP 的后期超不难受。要玩凯尔，木工都不难痛。这你就不会了吧，有个狗头的家伙。乱扯。没自动往后。看你们要边的。小四海哦。感觉 AD 边一边呢，看钢管就哎，对钢管很难打谁。钢管会难打那很多。那你帮我讲几个，按一按吧。感觉要帮我按一下。好吧，大 AD 边掉好了，大 AD 边掉好了。好。大 AD 边掉。我觉得你冈布兰克是有点难配露露啦。是吗？我们下路五主播很凶的哦，你乱打他会直接，他会生气哦，他会直接干掉。我哪有？不会生气哦，真的假？我会生气呀、啊。要是没夺冠，你可能就不用活出去了。乱讲。运气不好啊。没办法。那一场我原本要先出智慧默认的，没想到改配方了。配方又不打，又不打，没有配方。查看对手，那边玩卡桑帝的、欸。没事，我教训。
你以为真的是你上路、啊？在打野啊！该换他了，我跟你讲，我有看过 ZZ 玩过凯尔打野，他还会，凯尔打野，还是刚重建的时候他玩过打野，感觉凯撒暗掉哎，真的，说凯撒，上帝凯撒大师吗？一大师。照看你们，他有玩照片。我他妈他不打野七胜一败，连播。哎，有观众说对面是在打队，感觉有点像啊。那我建议大家还是认真一下哦。今天再不夺冠，吴主播真的要发飙了。那我去上路怎么样？我没有。你要去上路啊、哦？人家给我上路了。那谁的 ID？ 那怪谁？你们跟分配一下。那你跟丁丁谁就强一点吧？看一个谁。我是每条路都能打，定义是打野。我 AD 应该很难比他强，但打野也很难比他强。那种跟正派应该冲动吧？我嘉宾是职业选手，他现在是陪玩选手。上个厕所。对面22-7哦。我看一下我。好啦，不然我 Big Mouse 拿出来了。我们12-10哦。来，我们可以看那个位置的分布图，来知道谁在搞。位置的分布图吗？怎么看？我这边从来没有打过认可，我这里都有记录、啊。目前我打 AD 的场是全胜，我打上路的场也是全胜。听起来你输不了哎、欸。嗯，我上路只输过一场乌龟啦。哦，对哈、哦。我上路不管是龙女还是什么掘墓人都是屌虐哦。那打野嘞？打野感觉，打野每一场都上路都在打。他那个上路是谁？丁一吗？丁一啊，丁一来了。是哈。他当打野那是真好玩。我觉得有机会你可以体验一下。我们是来夺冠的，立即从来乱。我们是来夺冠。今天是夺冠环节啊。OK。开很多都干不掉，哎，第一名我不见了。他在赛跑，在赛车。哦。豹哥大帝，第一名跑得挺快。我刚刚在那个栅栏那里失误了。好呀，好，我打野，那我打野，好，换我李星，好，来，好，换我李星，好像不太妙，来，选一把，我觉得我不能选阿里，
不是啊，你这选一个可以跟我李欣配啊，冰女怎么的？你刚刚说牙是吗？你是第一配啊？没有，你要相信这个李欣比较强，刚刚我不会玩。这个比较强是吧？这个是真正的深山老女。那你刚刚是说牙是猫咪吗？对对对，牙是比较强。我们要等对手打完，对手打很久。哦，我们该给你是太困了。啊，牙。当然是我们段位最高的忠实。你最近没打台服啊？我没什么打台服，我打克拉的心态不变。没事啊，我们明天真的会夺冠，不希望阿杰。那肯定啊，今天也是安慰赛冠军哦。今天就是魔国旗嘛，就是没错。什么时候才能正赛冠军快乐啦？哇 ，T1 三比零哎，好强哦！哎，好像还没结束哎。这卡莉丝虐拳直接被防御塔打死了。那、哦、不拆塔，想要杀丘比。来，蓝宝都拿出来。哇！感觉这把如果输了，卡莉丝就会被骂。感觉不是卡莉丝，是宙斯。哈哈宙斯这几把都玩这么狡猾。他们都是四宝一 AD 哦，我说最后一波好像是宙斯想杀的，哦，真的啊？对，最后一波是宙斯想杀的。哦，对，我忘记你会看唇语了。来用，看回放了，可以啊。我忘记你会读唇语了。今天要夺冠了，今天要夺冠了。哎呀，怎么这样要拼巴龙啊？感觉 owner 全收哎。我全收，还有个卡莉丝，全收。哎、欸，姑妈要倒了。没事啊，姑妈有大、啊。哎、欸，他不是 AD 死了怎么赢啊？姑妈有大、欸。你们怎么那么快啊？哎、欸，他刚刚要是喷一朵烟，他刚刚要是喷一朵烟火，我感觉不好说哎、欸。他刚刚有烟火枪吗？他刚带烟火枪啊，他很按 Q 吧？所以他刚大五个直接五连杀，大五个应该会扣半血吧？每个人。完了，我们不好说哦。哎、欸，好像被一波哎、欸。会一波吗？会啊，有机票。你刚刚那破白要赢的、欸，要送回去。哦，进入了偷家。可以啊，去偷家。哈哈。破血。我讲我要升零，我就输了。那一波不过，回家了。还有一波嘞，上一波嘞。这要延迟哎，我看哪一台？他刚讲的好慢哦，你要重整一下。你要重整一下。你要重整一下。我已经输了。我这边死法已经爆了，你再给你要多加。这边都已经在喷烟火了。我们啊，我当然在跟猪玩哎。这边都已经在开香槟了，你还可以多加。好呀。感觉宙斯，没想到德山这个宙斯压背锅，感觉不错的。那我得看。
哎呦，闪过这个鸽子。那他妈是卡莉丝被防御塔打死。这个怎么了所以有一个 rank 的 ID 叫做退去搜寻胜败难免，没错。等你就来处理他。哦，刚刚起步位置不好，豹哥有说这起步位置不好就很致命。运气不好。对，运气不好。真的强，那个胜败。1-2，继续打。豹哥输了，豹哥没有输，谁在那边造谣？丁一这边在假装解谜啊，我在高潮在线，你先不看到我，我只跟你说，犯人只有一个。我这个演到这里了。嗯，小吉在搞鬼，跟你很像，真的跟你很像。小吉哪有在搞？小吉没有吗？小吉没在搞啊。小吉能掰谁？谁死啦？正章谁死啦？哦，你啊，啊预言啊，一个壮汉。猛男死啦、啊！你说已经被改造了那个吗？哦、他已经被改造了那个吗？不是。他是二代，对、啊，来。我是那个想跟大家做好朋友那个生物学家。啊，对啊，昆虫学家。完了，这张图怎么开啊？他有新图了。有新图啊，多了六张图啊，然后拔掉那个森林木桶。森林木桶呢？森林木桶不是老图吗？森林木桶那是大家的最爱，金字塔也被拔掉了。是假的、啊，为什么都拔掉这些永恒的图？哎，每一场都排这个新图，在考验你们的熟悉程度吗？OK， 又扫一气。5秒。哎，这个木板真的减速超多的，减40速哦。排名你确定还不好说，我已经开始懂这张图了。你看得到终点吗？那肯定可以哦。那我现在开始不要再压这个草。你第七名的车尾灯都看不到。哇，这次对手这么强啊！你排位高，我们对手会排前。再来一个极限360，胜败难免第一名。这是土刚开哦，我还没练呢，他们好像有玩过。
但这张图我大概是懂。这个胜败真的很强。不要踩到草丛，然后不要踩到边边。吃过肯德基的肉松炸鸡了吗？还没，感觉只有丁一会吃。我想吃那个肯德基什么松露起司炸鸡锅。我看橘子直接烧翻白眼。翻白眼，那是真的很好吃哎。好像烧翻白眼什么感觉？直接啃两口，直接翻白眼。太好吃了，那画面听起来很好笑。那个已经没卖完了、啊，这么快啊！松露起司锅。你有去过那个情人旅馆吗？没有。我只跟床培养感情啊。哦，你不在睡觉，就在睡觉路上。哦，你没有在追好感度之类的，你一直在破主线。没有。哦，床跟我感情就最好。听说超浓。听说是超浓起司啊。这是什么40分钟啊，这么久。你看他们打多久啊。看看你就别点了啊，第二回合分组点。还激战。你还可以看他们用的角色、啊。哇，被装下去了。OK， 有人一直在撞。不妙了这一把。好像没有办法八到一啦，第四啦。可恶，掉下去两次。不知道有人在盯防我，开局就把我气撞掉。觉得只要不排到 WKC 的图，都是随便上分。WKC 我觉得现在韩国跟日本两张都跑得不错。恭喜 WKC 新加坡！天使 T1 的人要玩吗？丁一就是要抢上路哦，不抢他的人又没错，又要改改叫了。我交给你看，你要摔椅子了是不是？哦，被椅子摔吧，我倒了。
起司锅，这好吃吗？吴主播一定要来一下的啦，满足一天的热量。好像还那个好像 还可以当玉米浓汤直接喝掉。嗯，听起来热量爆表，听起来一个礼拜的热量。这锅喝下去，听起来血要凝结了。限量，限量一万。这些红蓝地板是都不减速的，是不是？OK， 断不了胎。我不能被他们的追上。这有时间吗？好，这有时间吗？那可以了，可以吗？他听起来很像啊，两个啊。有时间内战是吧？冠亚都有时间两个。感觉如果浪喝最深，那那一把就会被拿走。那个喝一辈子。嗯，对。到时候就有车子开到 T1 的俱乐部门前，就要拉不了了，也不 T1 了。哦，对对对 ，T1。霸气啊！无码游戏笑这么爽，看起来已经被粉在笑。原来是年轻人的天下。两只手各拿一个龙头。那怎么说？这把随便奔是不是？边边角啊，边边角啊，对手帅。他们帅，边边角是谁？说不完，西格斯卡马维加。这个凯撒了呗，他帮我们编一个凯撒。嗯。哇。还有两只，随便编。他们上路好像什么都玩，塞恩、贾克斯、泰达米尔、萨莫丁格。OK， 好像懂这张图了。我最后是玩迷你欧跟露露吧。其实不管走哪里都不会减速。秒后要开始录。凸起上上下下会跳起来，要开戏喽。